旅途中一定有种味道让你念念不忘。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做出好喝又顺口的布丁奶昔。你也是奶昔爱好者吗？在台湾已经停卖很久的 Milkshake， 想喝可得出国。日本麦当劳的 Milkshake 奶昔，在今年4到5月与国民布丁品牌 Pudding 共同合作，将日本人的童年以冰凉风味呈现在大众面前。我们改用台湾的国民甜点小美冰淇淋与统一布丁，同样也能制作出甜滋滋的香浓好味道。今年就用这一杯来迎接夏天吧。